我真的好想你，在每一个雨季，你选择遗忘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，路上有点堵。没事没事，我也刚到。你这是王阿姨介绍的吧？是啊，我呢也有点忙，我就直说了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。那是什么工作啊？通俗跟你讲呢，就是收废品。哦，那你有房吗？已经开好了，是大床房呀。哎，你不喜欢大床房吗？主题房也可以啊。小胖子，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啊？男孩子啊。男子汉吗？男子汉。敢做敢当的男子汉吗？敢做敢当的男子汉。那好，我的草莓是谁吃掉的？其实我只是一朵小花花，小花花。我真的好想你，在每一个雨季，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。纸短情长啊，道不尽太多涟漪。爸，爸，他在电梯里看美女。走，立正，向后转，抬头，就这样站一个小时。刘邦，就让你在我项羽的墓穴上建起大汉的宗庙，还天下一个太平。肝胆大，我不怪你没有陪我走到最后，我也不怪缘分遣散了我们的感情。我只希望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有人。啊！啊！你吓死我了！萨瓦迪卡，欢迎大家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泰国，我们东西还好吃。白老板，就我这一个女儿啊？你真是白鸽啊！啊！算了，你被绑架了。谁呀？你。咋的了？被绑架了。谁呀？你咋的啦？被绑架了。谁呀？你。我呀。啊，咋的啦？我说你被绑架了。